那昨天大家有看到，就是从什么问题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有同学问说，那个为什么会有玄奘大师的版本里面有叫一个度一切苦厄的话呢？那实际上来讲，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玄奘大师这边会有度一切苦厄。所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字的缘故还是什么呢？可是在于梵文原本也好，藏文原本也好，这篇来讲没有度一切苦厄的这一句话，唯一有多的一句话是不是我们大家有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是在于结合四空性的这个结之后，在于梵文的广略二本当中都有一个说什么呢？是凡色即是空，凡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有这一句话，这个是在藏文没有的，藏文也没有，那藏文没有，我们中文也没有这个来讲的话，在梵文的广略二本当中都有这一句，都有这句话的。那这边来讲的话，比较我们碰到的很重要的话题也好，或者我们把哪里呢？因为老师是不是从第一天来讲说，般若经是为最广？如果总色来讲是在什么呢？是在于心经。如果把心经的心要作为总色的是什么呢？是在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是我们中文跟我们藏文的版本是不太一样的。中文跟藏文的版本不太一样是什么呢？藏文是色不异空，空不异，应该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这样子的顺序，是以这样子的顺序来讲，就是，你看，因为我习惯背诵，也跟大家一样是玄奘大师的版本，那嘴巴想要念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可是以藏文跟梵文的原本版本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为什么呢？前面的来讲的话是什么？是等于说所证。所要被证明的，而后面的再来讲的是什么？是能证明的原因。说为什么色即是空呢？因为色不异于空的缘故。为什么空即是色呢？因为空不异于色的缘故。所以他后面才会再加一个做一个总结，说凡色即空，凡空即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嘛。他最后做一个这个总结或者一个结语来讲的是这个缘故来讲的。那在这边来讲的时候呢，昨天老师也讲了，一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做一这个分类的话，说什么呢？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话呢，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主要他在讲什么呢？他主要是在讲这边的资粮道跟加行道，他是结合了哪里呢？是结合上一句话说，那以相貌真实耳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吗？是不是以相貌，我再讲一遍，是以相貌真实耳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所以我们这个结合的时候，它是结合了什么呢？它结合了说以相貌耳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跟以真实耳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这是两者个别个别的结合。以相貌的话，相貌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大致粗略，以分别以异共相去证得。所以在于资粮道跟加行道所见得的时候是什么呢？都是以分别心嘛，以分别心以异共相而去证得空性了。所以它是以相貌，是不是我们这边来讲中文我们没看到它，在藏文的有一个这个翻译词是我们在哪里呢？是说我们已经到了说因真实观五蕴一阶自性空嘛，所以我们一直说藏文有一个因以相貌真实耳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它有这个用词来讲的话呢，为什么一直要讲呢？因为相貌是大致或粗略以异共相，真实什么一五一十的已经到见道跟修道了。那在这后面来讲的话呢，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可以结合到什么呢？他说又可以结合到了说我们讲到根跟道二者的。
那根跟道的二者是什么？如何去 结合呢？那根是代表是什么？是境嘛？它所缘的这个基础，所缘的这个境。所以在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或者我应该按照藏文的顺序，我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于空，空不异于色。前面的第一句是不是第一句跟第三句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句跟第四句是结合在一起的呢？那第一句跟第二句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代表圣义谛，代表空性吗？是不是我们昨天就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概念来跟大家讲的时候，老师提到说什么？我们这边所谓的空，色不异空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另外一者的空啊，不是说什么呢？昨天老师举的一个例子，和我之后我再用我们在入中论善写密书所用的例子来讲的话呢，老师说什么呢？我们这边所讲的不是说瓶子空于兔子脚，或者瓶子不是兔子脚，这边不是这样讲。因为瓶子不是兔子脚，是不是我把兔子脚拿过来，瓶子拿过来，两个做一个比较，说瓶子不是这个东西，或者瓶子空于这个地方。那在入中论善写密书，中国布达斯就说什么呢？这边所谓的空，我们所谓的空性的空呢，不是说这个地方是空于瓶子，这个地方没有瓶子，不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瓶子，等于是什么？我这个地方，我另外举一个这个瓶子，哦，没有这个瓶子，是不是两个东西？我举出来，哦，没有瓶子这个东西来去说的话呢，我们这边的空法，或这边来讲的话，不是这个，所以它是什么？色即是空的原因，为什么呢？色不异于空的缘故。色不异于空的本是什么？色即成立的时候呢，它的本性、它的本质就是无自性的。它所谓的什么？它自己没有办法分出了。和这一边，我想说，我会再请老师再讲一遍，因为昨天老师把很关键的那个认识所破的，他用中文去讲的时候，可能很蛮多同学没有听得很清楚，或者没有会意到老师要讲的意思。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关键，我也想说我们今天在下课前的问答的时候，我会请老师再复习一遍，和我尽量的用中文来，不是代表我解释更清楚，而是我们可以用比较汉文式的表达的方法让大家了解比较清楚。因为这个是我们昨天老师讲的一个很关键，什么是在认识所破的关键点，是从先从用思察识去分辨，再以量去证得，而在这个时候用量去证得的时候，等于就是出证空性的时候。当我们可以量去证得能依处跟所破，能以做这个切割区分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以量去证得空性的初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老师昨天又提到说，哎，这个是很重要，这是等于是我们花了15到20年的成果，在今天用几句话，或者用一个两三句话就把它解释出来的时候呢，是需要花很多的思维跟很多的来讲的时候，那特别又是用要把自己的想法要用汉语表达的时候，又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我想说，重要的事情还是讲三遍嘛。那我们讲说，我们再请老师再做一次的分析出何为叫出认识所破。所以，因为在于色不异空，我应该说不要说色不异空，对不起，色即是空的这句话来讲的话呢，以我们的次第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说以量去分出能依处跟所破的这个区分是在这个地方分开了，是不是？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大家可能不但说我们说我们比较来，我们只是听的比较多一点，和跟大家讲一点来讲的话呢，这边说分出能依处跟所破的这个概念，不是说我们像分出月亮跟星星的这样，好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是像这样子的来去区分的话呢，那是错误的区分。这个不是分出能依处跟所破，你这样把说好像能依处在这边，能依处在这边，所破在这边，这样子作为区分而去认识的话呢，这个不是叫做以量或者以思察识来去做区分的。所谓的以量乃至也好，或者以思察识而做区分的是什么呢？是在我成立能依处的时候呢，而可以在于破次
所迫的的把它遮止的情况下，对于能医处，对于没有丝毫伤害。我可以在破除的这个的因缘下，对于我这个能医处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伤害的话呢，这才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中观的最基本的最就近的见解。在这边昨天老师是不是有提到了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分出，在前面的很长一段的时间可能都我们还是要努力在于所破的这一方面吗？因为什么呢？虽然在讲到说我们说什么不应该说对于说要去破斥要升起恐惧，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正当的，这是颠倒式。好像我说破斥无自破斥有自信成立的，要成立无自信的时候呢，如果会升起一种恐惧，会升起一种的好像我不存在的这个担忧来讲的话呢，这是不对的，不是说一定要做的，可是这是必经经过的过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从无始以来认识或者执着我是自信 成立为太固执太严重的缘故呢，忽然真的了解到分出说我是无自信的时候呢，一般 会有怎么感觉或 会发生什么呢？会有这个恐惧，不要说是大家或者我们，连中国波大师祖师大德们都会说这个恐惧来讲。所以如果可以升起恐惧的，老师不是说虽然不是好事情是颠倒的话呢，这是上上等啊。如果你可以真的升得起恐惧，这上上等，可是要升得起这个不是那种自己吓自己啊。这边所说对于认为我不存在的恐惧，不是说我自己想要自己塑造一个恐惧，这不是，是真的从内心已经知道说这个来讲的，他是经过这个过程，他再从这个经过的当下而去分出说什么有一个成立跟有一个所破，在于量去分的。所以呢，在于色即是空，因为色不异于空的这个缘故呢，这边是在讲圣义谛，而后面讲说空不异于色，我跟他说空即是色，因为什么呢？空不异于色的缘故，这是在讲什么呢？以根的来讲的话，是讲说我们说什么？是在讲说世俗谛了，讲世俗谛。所讲的世俗谛不是这个一般的世俗谛哦，一般我们在入中论或者别的经书来讲的话，他说什么世俗谛是了解圣义谛的台阶的话呢，这不是在讲世俗谛本身，他是讲说我从世俗谛的例子了，我讲的那个能依处啊，你先从我啊，先从瓶子去认识能依处的这个认识世俗谛，有这个认识才有办法去通达什么呢？才有办法去通达圣义谛。那通达圣义谛之后呢，才有办法通达什么细微的世俗。我们讲说世俗谛的例子跟细微世俗是完全不一样的。细微的世俗是什么呢？是了解了空性的当下而还能证得这个世俗法的话呢，这叫什么呢？通达细微的世俗。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的话，例如说什么，你看你了解瓶子不代表你了解无常啊，对吧？你了解了瓶子不代表你了解了无常了，瓶子是无常的例子，可是你了解了瓶子不代表你了解无常了。一样，瓶子是世俗谛，我是依着瓶子去了解瓶子，我才有办法了解瓶子的空性。但是你没有了解瓶子是世俗谛，或者你没有了解瓶子的世俗法是没有了解，你只了解瓶子而已。你没有，你了解瓶子，哦，不要说你，大家对不起，我们因为习惯在经书就是你的这个说，当某人了解瓶子的时候呢，不代表某人就了解了世俗法了。一样，当某人了解瓶子的时候，不代表某人有了解无常了，这样子。好，那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到家，我先到这边，和大家可以休息个一两分钟，老师大概应该准备快要来了，这样子我就大概大致上要复习的也是到这边，可是有一些还有一些小小的我想说我们在星期一我再帮大家做那个一般的复习，这样子。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波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意，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妙香遍土花散之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尽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一等古如拉那免之拉甘尼亚达亚米尼巴古里农主席有点根据金宝宝神仙根据你金宝同学接拉箱子了，同学接拉箱子了，同学接拉箱子了。他刚说过去的就过了，那里呀能经常说他刚刚都去搞人去过了一些呢，搞死我了，东西电笔凶了，他老凶忙不忙不接了吧，用种子来告诉你接通的话蛮稀有的高了，多年点比学历了，罗兄的等级人不接有的，他
다 로조 제 차비지를 니마 지를 마 대니 사모토마니 고양 디세지 샤운디 칼타 응고가니 주고리 소선 잡지 디치니 용고 마서 버튼 이제 용고도 와 디인디 자니 당간 소로 와 사모토마니 싱이 딜러 슈 테도마 테디 조디 아니 칼소버레 소소 생게 나니 아니 둥이스 모텔라 sen zela mepa yodo mepa ralego yore. Nansu samantoma ni se gechimbo di lojo jeya tang, guanyang tang, di ashimishi ta diya digi di mi di gar cha di vore se na. Tanda nansu njitin di toki dungi seya to dewa jubi chachi diga mandani Tā tīlī yīnbī kī jī shīnbā chī yōpa tī tōpa sīnē chūnī tī kī kālō nāmbā yī tsa nī. Tā kālō tīlī yī chī chī nī. Rō gu tī tsa nī, sāmu tōma nī gōmbā tī yāng cīn cī kū tō nī gōyā tā. Nā nī yāng chī kēnsā tā tī kāndrī chī yī nā, sō sāng tā wā tī sō mō tā nī gōyā. Tī nī mā rō wā. Kō tō nī gōmbā tī, nē bī kī mēn tsō wā tō chī pā rō wā. Mēn tsō ngī kī nē bā chī yī nā, kō nā tsā chī yō nī. Di kāngi di sēyā gu tuyantā li mēdi tsōgu rī mā tō. Nāsā gu sōnōng tāpa tsāni mōngkōng hi jī yī nā. Di mēdi kāngi jī nā sūsō yāng cīngpō jī nī mēdi tsōgā yī nā. Kāngsā kūrāng lā gē chīngpō chāgu yō mā rā. Di yīndi tsāni gādi tōni gōmbā yī nā yō. Nāngshī tōni gōmbā yī nā yō. Ngē lā sōsō gi dūngi sīngpō tē tēsi jī sōnōng tā. Di tōni tā Dungisimbuti, ji, le tang, nyemo tu, tsawa tangzi la tuku yueba, tenze sonu tani tunyi gombati, ta tunyi gotunga koro ngoma tirita. Ti koro ngoma di chadi uri. 那我们在首先，我们大家可能在学习有关深深的空性的，有些人会碰到的一种的困难，或者所被困扰的是什么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已经学了这么久的有关空性的这个经典，我听闻了这么多的经典，但是可能好像要去，我要去修的时候呢，不知道如何去修，或者我就好像我要起头的时候呢，可能我听了很多的空性啊，那这边也听，那边也听，听的各式各样人讲说空性，空性很重要，空性的重要性等等都听的时候呢，可是真的自己要去修持的时候，真的要去起步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起步，好像了。我跟你做鬼。对啊，哪里要从起头，从哪里要开始，怎么如何去修，不知道的话会有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过失可能是什么的？在于说什么呢？我们会说空性的修行强烈与否，或者对位到位与否是什么呢？要对于三苦的认识的强烈与否有关，息息相关联性的。如果没有对三苦，好像有一种我不能忍受，我不能再让他这样子放纵他的这样子的心情，没有升起来的话呢，对于要有一个强烈的对于空性的修持，或者空性要有它有它要有它的功效，或它的力量要出来的话呢，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要知道说什么呢？我们是在什么情况？我们是在依着世间的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去觉得说，哎，我要去离苦得乐的方法为不够了，为不足的时候呢，我现在要找到什么？我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或者更强烈的方法，而且会更就近的方法，所以我才知道我要去修空性嘛。因为知道说我真正的这个三苦的来源，是我透由外在的或者轮回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对它去除或消除的，唯有是透由去修持的空性啊。那也是什么呢？就如同像什么，我们不是去修空性，不是应该觉得说什么，这是不是好像佛陀说的很稀奇啊，很难得啊，很玄啊，很深奥啊，或者人家没有我可以得到的话，如果这样子的心态去学空性的话，就是错误了。就像什么呢？像一个病人要去寻找医生去找药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药有多稀奇啊，这个药物有多珍贵啊，
或者这个医生给的是什么，只给我开，不给别人开，这不是去病人要去寻找药的重点吗？是什么？病人要寻找药是什么？是不是有没有对病下药吗？有没有这个药？有没有可以去对治？能不能根除这个病？这才是重点啊！也就知道说什么呢？我们变得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在修空性之前，是不是要先认识说三苦啊？有认识三苦的时候呢，有越对三苦的这种的痛恨，或者越深层的体会来讲的话呢，对于说我要修持空性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嘛，就会注视了。就是什么呢？可以说我们在什么？我们不管在任何一时也好，或者在何时要去修空性的第一步，或者首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先去说对于思维三苦啊，对三苦有一些的认识，有一点感觉，去再去修空性呢，才会有力量啊，才会有帮助。因为当去思维这个三苦的时候呢，才会去说什么呢？才会思维说，哎，这个三苦的因是由什么来的？这个三苦的因是由烦恼，是由业而来的，业是由烦恼而来的，烦恼是由他的烦恼的根本无明我执而生起的，等等等等会认识的时候呢，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在修持空性的首先或者什么它的次第，应该是这样子，不是一下子就跳进空性好像是空性，而是在思维空性的之前，首先要对三苦有一个深层的，或者有一个明细的明了的一种认识，这是修持空性的次第。接着刚说修给大巴的时候就说什么多么你供应钱呢，卡对东西是等级的松的话就把门吧等这一期应该的国际松的当这顿这位托尼他唐伯伯我想跟着他不去了公恰恰是什么当我就是听你人的话你心里他我想去了去催催他不去恰恰呢你第一个月嘛的他脾气有什么的说什么的这一期托了松的口头吧也呢他什么多么你刚才的我的站来的他我想跟着他不去劝你松的落雨里面吧去呢唐伯你都你是的的用没事吧的可是呢大病人嘛的把第一个名字嘛一些的가장인지추는것만시바이는다가장가비돈이되간지술로차도토야코로요말이그러와배낭가서배장날배든지샤요그러와콤바티날그만용마주야지니멋지지지요는되나는그만지요나콤바티날그만디야용마주야지니까고요나멋지거나니그만디인지지요그러와인지마치는까토고말와되나시지니인을가장인지지고되백개치모차도래你等于过了给马具吧，就你们别来，等于穷我的是他。你东尼公个医生，特别的东巴去了，你们是，你起码给这些的搞了，穷人搞起个是俺东尼公个医生，东尼生俺的感觉都是的搞了，我喽吉罗的吃个都是安着不等着，那喽吉罗的吃个都是安着不，他等于过了来着了，等于过了来吧，伊呢，你可别的提升出来着不，强着我嘞，等于是第大的指数当然的，你那了工业等于越积累，越那等于过冬过什么着不的都是嘞。也因此想说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同学乃至有许多的同学可能每一天都有在依此练习的去思维空性啊，早上和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在思维空性的这个次第的时候呢，应该是什么呢？是我们早上在晨早起来的时候去思维空性的时候呢，首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的在思维空性的之前，首先对于思维三苦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呢，而再去思维空性才会有力量了。而在思维空性的时候呢，首先应该是什么？是先去思维我们昨天所提到的认识那个所迫。如果那个认识的所迫 去认识说那所迫所执着的这个我执，所单着的所执着的这个境到底是怎么样，这个相貌是怎么样，那这个现起来之后说，那到底这个是有还是没有，再去做一个粗分的这样去认识的时候呢，认识所破的时候呢，才有可能说我去遮止这个所破而去思维空性。如果没有认识所破或者初月上认识所破的话，你思维空性的话呢，那是在谈笑话。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于入菩萨行论，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也是如此说的。他说什么呢？当如果没有认识所破来讲的话呢，不可能了知他是没有的。你这个所破或所要遮止都还没有认识呢，你说这个所要被遮止的没有不存在，你怎么说得出来？我们在经书一般举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现在不要让小偷进来我的房子，我有可能有十几位小偷，我不要认进来房子的时候呢，小偷是什么都还不认识，你说我要遮止小偷不进我房子，你怎么去遮止？谁是小偷，小偷在哪里都还没有认识，你说我要遮止小偷，我不要让这个小偷进来的话呢，是不是听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了？这以前不要说是我们现在，以前在西藏也犯同样的过失，有同样的过错。有很多人说什么呢？问他说你在修什么？我知道说我在修空性。那他说你修的空性是什么呢？就是黑乎乎的，空兮兮的，这就叫做空性的时候呢，就知道说什么？因为他没有了解什么叫作为真的是空性来讲的话呢，去观修一个这种的黑乎乎的、空兮兮的这东西来讲的话，说难听一点的话，就是浪费时间了啦。呀，到底眼珠得个事情？那你到眼都松了，当地卡松刚说给这里没写啥嘞？那你肉多么硬比直接点了，肉里多么硬些嘛硬些东，多么你肉说些这个直接点了，多么你的就是些嘛硬，这点是全是高科方都不差有啥嘞松多。到底当地我这个学同的学白银那点嘞？肉可让让些个这边多么的意思？今次搞的嘞是哪？ゾリトマニーコロハケヨマレセオタドドシェナゾリトマニーロスケヨマレゾコロランシトマレマトゾリトマニーレメチニヨマレエセントシルコナンジゴレタトマニーゾソシディカロトミンモニーゾシャゴレシャゴヤカレレセナストマティリチョンゾギトニーリベトロスンジャーメバチニゾシェマチケヨマレステニルチルコアレナエマチバムドこれ对不起了。那这应该以上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前行或者一个提醒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再回去言归正传。那我们昨天提到了是什么呢？是色即是空，因为色不异于空的缘故，空即是色，因为空不异于色的缘故。那在讲的这种的四合空性或者结合四空性的这一段的话呢，我在看大家或者想大家可能大家有第一次听到，可能要了解有一点点的困难或有一点点复杂。那我想说我用更简单的或者更精要的用白话一点来跟大家来讲的话，可能是意思是什么呢？我说我们可以用这样讲说，那色为什么色即是空呢？为什么色即是无自性呢？因为色不能跟无自性分开，色跟它的无自性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色跟它的这个无自性是有一个是一个息息相关联的，有息息相关的这个的关系，他们是两者不能分离的，有这样不能分离的关系的缘故。这是色即是空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色不异于空的缘故，这是他这以上的这个定义或者这个白话文。那空即是色，因为空不异于色的缘故是什么呢？那我们简单来讲说什么呢？那我们在很多的仪轨当中说什么？由空之中，由空性的当中浮现出来的色法，由空性的当下的当中而出现的这个色法来讲的话，就是空即是色。空为什么即是色呢？因为它是由空性的之中或者由空性的当下而有的这个色法的缘故。呀，他等于经济事儿，他多少个嘛地的？他多少个嘛地呢？你就算到，等于搞的说嘞，他什么都是靠做家事嘞，家辛苦了吧？农夫了家完那些姐姐，他做完了多么几桌家，那些都地面些，弄些把的，平毛他们几个得了多么几桌，几把几家了，过七七搞的说嘞，族里新兵做完，当那些个到了怕卡不完的嘛，都几个，等到多么几桌姐的几把几家了吧？听几把姐。当地我的吃我们的干都是那下里不是第二位呢七同学多么你的青年们把马街把马嘎把这么没把这么都吃完但你努力自己的了
chima meba chirwa. Chima du chawa meba se si chiyore. Kashi ki chima du chawa. Ta ngayang da shirani mundi nuri yue deba ti, chima du chawa meba, gacha niza yore. Chima du chawa se di gacha si chadiyore, meba se gacha si chadiyore. Chima du chawa se si chiyore, chima du chawa meba se si chiyore. Nika yore, ta dino, gara du zi da ti chidi, chima du chawa meba di chidi desi yangin rao chiyore. Chima meba, kuwa meba, oo se chidi re. Tadi chidi ki zo gara tingo yore yase na, chidi ki zo di, nam ta go sambo, samu namba jie yore, kachu kundu samu namba jie mamudu swan. Samu namba jie desi, nam ta go si di ni, ta tono la lam tsa se tante le, sashi su na, samu namba jie di, nomba tabi gos sonna lama dyni ani tonglong nyongsa lensa di tsi ki jeba tiki zo gara tinggo ore sena tonglong tinggo ta kasa kanzo tongba zhizho dun jibi tsi tiki zo di gara ting son sena jonglong ting yor wa chojo nyi di ting yor wa ta di tonglong go le di ore di tsi tiki ta tonglong lansi di tiki ore nongta gosa da samun nomba jeji gu nang tonglong lansi di ore nomba tabi gos son si di kasa kanzo chongi leshi nyimo go nolo sonba to jeba chiyan cha di ore tarin di tōmō yī nōntā gōsō tō, tōmō māyō mē nōntā gōsō nī yō pē nāni, tōmō māyō mē nōntā gōsō tērē. Sāmō tōmā nī dōn jēwē nōntā gōsō tērē mā tō, dēshī mō tāsō chūrī dōn jēwē nōntā gōsō tērē mā rē. 好，那我们回去看到下面以下的这个经文。那我们要大家引到哪里呢？我们已经等于是说，结合是空性已经讲完之后的受想行识亦如是空，我们讲到这边喽。因为昨天来讲的话，是不是要如样的或者同样的去？结合了以上是什么呢？是例子上面首先是结合了设法而已，还有后面的是变成是什么呢？只是能依的例子的改变，就是能依的这个例子的改变什么呢？从设法改变为说什么是受想行识，所以如果结合的话等于说什么呢？就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于空，空不异于受，和想行识亦复如是，以此推类，以此推类来讲的话，那我们后面讲到哪里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是什么？是舍利子，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不生不灭，无垢亦不离垢，不增不减。我们到这边，那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一段是讲什么呢？是讲到说八空性结合三解脱道。八空性结合三解脱道了，所以这个八空性的是什么呢？是从前面的是说，从舍利子来，以是诸法皆是空性，第一个无有性相，不生不灭，无垢。看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藏文后面这边来讲的话呢，他有说什么呢？有亦不离垢，这个有些人说什么无垢不离垢，可是我们藏文这边的版本里面有出现两者，一者是什么？是不离垢，一个是什么呢？无不离垢，有一个无不离垢，有两个否定词，无不离垢。在后面可能是说无不离垢可能更为多的，或者它含义可能更为深的来讲的话，可是两本都有所谓的不离垢。有一个无不离垢，看我这等的，怎么没把谁的阳债有没了？等等，我是陪等了，没有没了，有没了？对，阳一等了，阳债就吞下，有没了？阳债有没了？啊，那不管，因为我说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在藏文是，不管是不离垢也好，还是无不离垢来讲好也好，有没有一个义的这个词，在藏文的版本有没有出现？我刚刚是问老师这个，他说，不管在什么的版本来讲，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义或也的这个词。所以不知道这个中姆罗斯大师的翻译的这边这个意或也是从哪个版本来讲，可是藏文的版本里面来讲的话呢，是没有这个意，没有这个也，所以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藏文直接念的话是：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不增不减，这个为叫八空性。那这个或者应该不要讲说八空，要讲说深奥八法。深深的八法，那深深八法我们是结合了什么呢？是结合了三解脱道。那这个结合三解脱道一般来讲是什么呢？是结合的哪一段呢？是结合什么？是结合见到的这个位置。
这结合了剑道，我们这个八生奥法结或者八生身法结合了这个三解脱道呢，是在哪里呢？在于剑道的这个位置。那三解脱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如果要来网上的课程来讲的话呢，我们不是有三解脱道说什么呢？有一个是说什么空性解脱之门、无愿解脱之门、无相解脱之门，这个或者应该讲我把顺序理清一点，是空性解脱之门、无相解脱之门、无愿解脱之门。那在这个三解脱门当中呢，我们有讲到了有一个叫共的三解脱道跟不共的，应该不要三解脱道，对不起，共的三解脱门跟不共三解脱门当中呢，我们这边讲的是不共三解脱门，不是在讲共三解脱门的，讲说什么呢？哦，是要圆的四谛或圆的四谛十六形象，这边不是在讲这边的，我们这边是讲的这个解脱门是在讲说不共的三种解脱门。哦呀，他挡不住啊，他怎么那点的？他通过什么东西的挡不？这是谁的？系统就多么人生的挡不的钱，钱里面把的你把的钱，马七把的松把的钱，马嘎把的西把的钱，芝麻面把的阿把的钱，芝麻都炸面把的煮把的钱，炸面把炖把钱，光把结把的，他的中华讲究这些几类有。Let's go。中华的嘛讲那我们这边刚刚讲的八生奥法结合三解脱道是在讲剑道，而刚刚以上所结合四种空性，主要是在讲的是自量道跟加行道，就是结合四空性的这上面来讲的话，主要是在讲自量道跟加行道，而这边的八生奥法结合的三解脱道呢，主要是在讲剑道。那我们先把八生奥法先分出来，解释在后面。我们先把八现那个生奥法先分出来是什么呢？是，以是诸法皆是空性为一，无有性相为二，不生为三，不灭为四，无垢为五，无不离垢为六，不增为七，不减为八。这叫为八八那个八生奥法。他的你是定比什么东西的？你定的有的比什么东西的用是做法的？什么多么你直接掐掉了的？多你直接掐掉了的是？这个有做。Let's go。那我们在这边这一段所直接要诠释的三奥的八法呢，这八者都是空性，哦，他就是所直接我们所谓的显义哦。这边的这一段的所谓的显义的话，这个八生奥法都是在指三奥的空性。对呢，他弄他过生了嘛？低谷的高了，他看中的是中年利息，你不吃的高了，弄他过生过的高了，看成虚影吧。接着，那么他比。但你土木一弄他果实都土木满一米，弄他果实你跟那里土木满一米弄他果实掐掉了吧？掐掉的搞了土木满一米跟南巴塔比果多么泥似的搞了我的多，我跌住过多么的多，可能让西跌住过我跌住过多么的多。千万米似的几了高高度，几吨这高度啊，几点把这边多啊？面板米似的搞做点几百度加呢跌住过多么的了？一级南巴塔比果的了吧？一级南巴塔比果。但大人你弄了等你搞的说不来，三分多几多啊？三分之一都哪怕他比公司不讲无的高了，你这的三分之一呢？你这的东西差掉了，那他公司一呢？你这的东西是吧？一那用第一个学了高了，比你高了有的时候呢，三分之一掉了，有给的呢？三分之一倒闭，一千给的呢？头脑机也听了有的，有几？那他公司倒闭，一千给头脑的我听了有的，但这一张呢？三分之一掉了，有几？三分之一都有几个三分之一？你有的？一千给三分之一的？多你借多比通融借的，有给三分多借些，告诉我嘞，有给三分多借的，三分多嘛你得给借有嘞，那他公司点我开出去咋的？有给那么特别过多，一千个那么特别过你有别的，你点了假的呀的，一千个那么特别，有就那么特别过差的有嘞，一千个那么特别过的得倒闭给的呢，得硬是的倒闭，一千有给那么特别过是硬是的倒闭给的呢，通融借有了吧？哦，点了假过的是，那我们。前几天，不知道大家同学有没有来到晚上？可是我们在晚上的课程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介绍到了三解脱门？我们讲到三解脱门可以分为共的三解脱门跟不共的三解脱门。那我们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是讲的是不共的三解脱门。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说要把八生奥法总结在于或者总摄在于三解脱门的时候呢，就如同八生奥法在以直显义这方面都是空性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在讲三解脱门的显义，或者他直接来讲的话，这个来讲的显义的这方是什么呢？是在讲说是镜上面的三解脱门，也就是空性了，就是镜上的三解脱门。那镜上的三解脱门，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什么？何为三解脱门？我们是不是讲说空性解脱之门、无相解脱之门跟无愿解脱之门？而空性解脱之门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个这一个能依处的他自己的本质，他自己的本性，他自己的本质是空性，或者他自己的本质是无自性的时候呢，这叫什么呢？这叫空性解脱之门。而无相解脱之门是什么？刚刚以上的这个能依处的因，以上的能依处的因也是无自性的话呢，这叫什么呢？这叫无相解脱之门。而无愿解脱之门是什么呢？是这个能依处的它的果也是无自性的时候呢，这三者都是以所谓的显义的这一般，或者直接显义而对于三解脱门来讲的话，都是在讲说什么？在讲说镜上的三解脱门。所以在于八生奥法以及三解脱门的时候呢，这边直接或者显义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都是在讲空性啊。这八者也都是空性，后面的三解脱门 三者也是空性的。可是隐义间接的时候什么呢？这边在于不管是八生奥法也好，或者三解脱门也好，就在讲什么呢？是证得，不只是证得，是现证这八者的见道，现证八生奥法的这个见道呢，是这边所要讲的隐义的八生奥法，以及三解脱门是显义在什么？是三者的镜上的空性。而间接或者隐义是什么呢？是证得这个三解脱门的有境的现证他们的这个见道，现证这个见道呢为叫隐义的八隐义的三解脱门。所以直接这边不管是八生奥法还是三解脱门呢，从显义直接在诠释的什么呢？都是在空性。而间接隐义的这一部分是什么？是现证他者的这种的见道，不管是八个见道也好，或者是三个见道也好，总之是现证这边的这个见道为这边所要讲的隐义的这个八生奥法跟隐义的三解脱门。他送来达摩奴的赞呢，夏利普就是送的卡了，第一当给夏利普抓起那有的第两家过来，来这些的差的的赞呢。抓跟夏利普一赞呢，他跑到这里是王叔的夏利普是的把米米抓跟可能一赞呢米米。但你去我们的那得到为难些多啊？他的开始没差的嘞。得到为难些的告诉我的是呢，第一你若得了，屏幕阿拉讲你多么一个的多少了吧？平凡阿拉讲你多么一个的，平凡阿拉讲你多么一个的。啊，你搞差的有嘞些呢？是平凡阿拉讲你多么一个的，做什么多么你，什么多么你倒闭，出现了结果吧？什么多么你倒闭，出现了结果的搞了，什么多么你倒闭，出现了两种啥的搞了，多年年是倒闭，通通打不起呢？什么多么你倒闭，出现跟这边差的有嘞？什么多么你都被出教个接触的周查说呢？啊，你第几个得了家里用个的是呢？什么多么你都被通了用出教下掉了。但这一张得大位呢，是的，你了什么多么你都被出教个接的周查吧？一张呢，他什么逻辑都被给他呢？通了的用个的也是一样的不起来。得大位呢是啥的？但你第天天个记些，人家研发起的搞的是呢，卡上刚说连多点个拿了，屏幕阿不得大奖。让西吉多么难吧？即使打过谁啊的，他就多么弱的，多么弱的弱点人吧。他平常我不得到讲，让西吉多么样打吧？即使打过谁啊的，
디 체딩이 로하체 고라 양다바 지스타시디 가라 사모토마니 녜스도 바라 고구디 가라 따텐 도티르 샤네 디 지셰데 다리는 것을 바테레스 니메셰데레스 那我们请看到后面他是说什么，他说这边是不是后面讲说舍利子，是故空性中无色，这边来讲的话呢，那舍利子这边是什么呢？因为问问难者或者说问问题者是谁呢？是舍利佛啊，舍利子。所以观世音菩萨回答的时候呢，当然会说什么，哎，舍利子啊，舍利子，是不是对舍利子？所以他称呼或者说出舍利佛的名字舍利子，那。 事故是什么呢？这个词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故是有很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有两层的含义。前面一种的含义是说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已经有讲到了结合四空性，因为前面在讲的结合四空性的时候呢，我们结合什么四空性呢？是结合这空性与资粮道跟加行道。看，如果可以。 如此的对于空性而结合着资粮跟道跟加行道的话呢，后面现证空性的见道呢是二者以上的果啊，是二者以上的果。所以这个现证空性的这个见道是由何而来？是为什么而又是以什么什么缘故而来的时候呢？是等于是说是从前面修持以分别心。 或者以义供向而去证得空性的这个资粮道跟加行道而来的，这有一层的含义。那第二层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在说事故，这个事故是什么呢？我们前面是不是这边讲说，在这边是已经开始是广说了嘛？我们不是说观世音菩萨是以做回答的时候是以略示跟总或者应该说略说。 跟广释二门或者两种方式而回答，而这个略说前面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讲说这个略说是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所以前面对于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皆自性空已经回答完毕了，后面现在已经准备说什么呢？是对于 以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的广说，那个是以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作为总释或者总说，而这个总说的广释在哪里呢？就是在这边开始，从事故空性中无色无受等等呢，是变成什么呢？是刚刚以上那一段的。 以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这边的广释，这就在从这边就是这边开始了。哦，第几次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一个诺提个拿了，一样大把几十大西的高了，那么多一样大把几十大西的，一样大把些的，什么多么你是都比他那高过了吧？嗯，这高估的高了，他多你是都比他那的肯定高出过的，是那肯定高出过的。嗯，啊你那么几十大个西的，诺提的些呢？第几些的？ 屏幕按了讲的多么结果能做啥的，但你明显有嘛的是。嗯，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广说呢？因为应该对不起，我常常广，我们说为什么这是叫广释？前面叫略说，因为我们如果结合来讲的话呢，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阶自性空，但前面来讲说。 以相貌来讲的话呢，是以分别心的资粮道跟加行道；以真实而后观照的话呢，是以讲限量嘛。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以限量而去证得的见道，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这边的事故空性中无色。对于以真实而后观照的，对于这边的广释；而对于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一阶之心空呢？ 是在哪里呢？是前面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嘛？所以这在什么呢？在以上对于结合四空性的这一段呢，已经讲完了，已经广说完毕了，或者广释完毕的时候呢，后面再不会再重复再说了。这个以上已经在这个前面结合四空性的这一段已经广为去宣说有关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皆自性空已经做解释，已经结束了。 那
다 지는 가르도스나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세도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세다 치 통치 디나라 아니 저구 자서 지디비 치 통치 요나 싫어니 뭐 쿠랑기 인도시 시작해 봐 얘는 단 저구 나지 기딩 치 통치 나고 디 치 통치 다 가르잖아 디 다 티나니 아 다 담보 가서 도시디 고시 자서 같이 자러 봐 다스케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 도마니 데 세만 매 봐서야 지안도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 세만 매 봐서야 디기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스야 데다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스야 데 요즘 걸마 자고 있어 원 요즘 걸마 자고 된 너티 손아들 사모노지 오면 너티 도마니 데스 단 생이 매 봐서야지 도와 디기 너타 고스가 나니 뭐 데바치 비통아 된 거레스 데 서지샤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스디 칼로 고 치 코란로 도마 치 통치 도마니 선 손지 여마레 치 통치 도마니 데 다 돈이 이도 되고 뉴디 돈이 이도 된거 알아. 된 너대 손다 붙이. 신이 매 봤어야 돼. 가를 자고 그랬음. 신이 매 봤어야 돼. 너다 고서 근데 뭐 대마 주비 돈한테 쳐. 디 세부차서. 맞아. 다 마치 바디 지 망가 빠니 점마 매 바기소. 아니 점마도 자 매 바 지보티기. 가르팅 그랬으나 남아답이 곧 세마 매 봐. 지 대마 주비 돈아. 남아답이 곧 세마 버리스. 드럼에 봐도 고함에 봐 뒤에 있더니 넘어다비 고 미미 된 거래 다스 다 도모디 고샤다 당신은 저자 이제시 니지르 자기 주만은 저함에 봐도 얘 세마메 봐도 아 저임베 어 저마도 저함에 봐도 세마메 버시 저함에 봐도 고함에 봐 니를 하고 와 니니 님보디 드블 자고 그래서 미미르 자고 그래서 나스케 나 如果 我們 做於 이상의 這個 經文的 慢慢的 解釋來講的話呢 다 應該 看到說是 我們 從 哪裡 是說 舍利子 事故 空中 对不起，应该说，舍利子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自相，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不增不减。这个为八者而去解释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去解释什么呢？他这边说，以是诸法，以是诸法的话，要怎么是以是这一切的法？这因为以是诸法在藏文这边来讲的话，它不是只是以是诸法，它是以是一切法。 它有一是一切法，不仅仅是诸，因为诸的话，我们只是说这些嘛，可能我可能我的理解这个诸是这些，不代表说我理解是对的。我说可是我们在藏文的话，它不仅仅是诸，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字是以是一切法，一切的法。那一切法这当中也可以说什么？我们所以说它包含了波尔经所说的108种的分类也好，或者如果按照《心经》本身的 分类方法可以说什么呢？不管它是分类为五十一种分类也好，五十九种分类也好，就是包含在什么呢？这个一切法的当中。而一切法的当中什么呢？可以说以是皆是空性，这个皆是什么呢？皆是空性，这是变成为说这个八生奥法当中的，可以说八生奥法里面的总结，或者八生奥法里面的这个总说。 略说就是在这边来讲，因为在藏文的时候呢，这边跟我们中文的标点不太一样。他就说什么呢？这边没有逗号，也没有句号。他就说什么呢？他是等于说，以是诸法为什么皆是空性呢？后面是原因了，后面是接下去是原因了。他藏文的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等于是在八生奥法里面的第一者是诸一切诸法。 皆是空性，这第一个嘛。和第二个是它的原因开始，它的开始原因下去的话呢，它分下去的这个来讲是什么呢？那从第二个是什么？是无有性相，无有性相等于是在我们在这如果结合三解脱道的当中的话呢，以是无有性相是什么呢？是变成是空性解脱之门，空性解脱之门，而在于。 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这后面的这个等于说我们的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就是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这六者的话呢，等于是在三解脱门当中的无相解脱之门，而不增、不减是在三解脱之门里面的。 无愿解脱之门，或者说是果上的空性，在于
无相解脱之门是在于什么因上的空性，而在于空性解脱之门是在于什么本性或者本质上面的空性。但当然你给三门弄解的是你弄他过世了去地里家都需要了吧，地用他弄他过世了地当地用天地地用嘛，高雄嘛是地用嘛，地是东京的家有的，但地家是个空原来面的空的高有的是呢，这里家好路被殖民新年，他殖民新年生意的高的时候呢，你都有距离了还想开发吃掉了路被殖民新年地给白色投诉给他你别急弄这里学习全部所有的空间这边是让你们这些人拿了第二的意思，第四下就能学过的。看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说这种八生奥法要可以总摄在于三解脱道，它不是总是随便的总摄，它是能依处都是依着什么？是依着四谛，依着四谛而去总结的话呢，这种说法不是我自编的，也不是我随便举任何例子的，这是依着在我们在哪里呢？在于印度的一个祖师大德，有一个叫做无垢之事，就是无垢的事，无垢善之事，无垢善之事。那无垢善之事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它在于戒经、律藏非常有研究。它在对于我们在西藏这边学律学的时候呢，有很大的贡献。它有写一本的《般若心经》的解释，里面当中呢，就有在把八圣奥法总说在于三解脱门之中。有这样子 的依据，或者他是有这样子去做解释。啊，电影搞的时候，弄他告诉家的搞了，他还是以经济偏方的加油嘛的，电视都加的，电视都这边供的加油的。还不仅仅是把八解脱门总设在于三解脱道，还在总设在三解脱道的时候呢，不是选随随便便的例子，是选专门在选四谛，选做以四谛作为例子。而去做总摄的话呢，这个是刚刚在以上的这个无垢善知识他的经书里面的的心经的解释当中有这样子提到或者说到。他七当不宁不跌了，你知道吧，亚东门照你都你知道吧，今年天给家事的。三门东西个那里七东西多么你跌是的搞了第七五万人民。七东西多么你跌多么你一旦搞的时候我们知道吧。第七的三门东西个那里当不宁多跌的也是个进度啊。因为这把就都先把记了七东不宁苦了。这东西多么你的钱也没法你不提。当然我能够能把它给我多么你的是家都进度。这是的第二家都门道你有的看得见的确实他们都算的。那我们在刚刚以上做的解释一般来讲说有两种方法或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前面的第一种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把是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我们这边是不是刚刚讲说这为略说，和这个略说的原因是以是诸法为什么，或者以是一切法为什么是空性呢？因为是没有无有性相，无有性相不生不灭等等的作为理由而这样去结合起来，这是一种说法。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第一种说法。还有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是说以是诸法或者以是一切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这两个都作为说什么呢？都作为是略说。后面的说从不生啊，马尔达，第二尼波的那么特别，诺提给这这些给这没关系。第二尼波的那么特别，古多玛尼的家。哪个？那是。其中就多玛尼的，前面没把尼波的那么特别，古多玛尼的家，俺他妈鸡巴鸡讲的哒。一的，前面没把当他妈尼波的妹妹。那不是这样子说，应该说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到这边来讲的话呢，不是说不是说这个作为略说，而是说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这两者都是什么呢？都是空性解脱之门。空性解脱之门就是刚刚以上讲的话，是不是我们说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是作为略说，无有性相作为空性解脱之门。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是什么呢？是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这两者都是作为空性解脱之门。它后面就是跟刚刚说法是一模一样，就没有别的。但总之这两者这以上 的解释方法，不管是第一种说法也好，第二种说法也好，我是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怎么样解释都可以。他当不得的这些多啊，那么他比过那七通就多么你的亲人没把谁要求了吧。他第二年不得是那他过世个那里，那么他比过多么你的家呢，
七通去东南尼的谁的搞了七让你七让你七让给我的得住个东巴的钱青年没把谁的搞定青年的青年的电话这位东他别去讲了重复了别讲了七通去东南尼的谁的意思的重复了别讲了重复让你我的得住个东巴青年没把谁的搞了重复青年的青年如数让得住个东巴我的第二家可能我得住个东巴当可能给亲戚的这个东西亲戚的亲戚的这个东西因为我的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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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那如果把这边说，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把以哪一个角度，你说以两者都是空性解脱之门的角度来去做解释的，要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说以是诸法皆是空性，无有性相。这个诸法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说什么呢？我们说是一切的诸法的他自己的本性是无自性的。有这样的说法，或者说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说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以是设法他自己的本质他自己的本性是无自性的，和以无有性相代表是什么呢？是他的定义，设法的定义是例如我们在社会学说什么呢？是堪称为设，是设法的定义的话，堪称为设法这件事情呢也是无自性的。可是这是一种解释方法呢，可大家不要想说无有性相，这边性相一定要只有在像色类学里面说的呢，要名相跟性相一定要什么符合八抽片法，有什么的名相性相的关系，不一定要到这样子。这边的性相只在说什么呢？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有什么呢？它的不共的特征嘛，有它不共的，它的可以表征出来它的，或者说能代表这件事情的这个事情，它就是它的定义嘛，或者它的性相，它的不共的这种特征，不共的表征来讲的话呢，总之上面的说，以是一切法，是空性，是在讲什么？它自己的本质，它自己的本性是无自性，不只是它这样子呢，表征它的法，代表它的不共的特征的这个东这事情呢，这也是无自性的。那这个是以上。说一切法是空性，无有性相的来讲的话，如果把两者都说是空性解脱之门的话，要如此的去做解释。哦，对，谢谢。他等于马英八今年七度就多么你的事啊？的，什么东西我们能多提了讲？的，我们什么了？就的搞了，可能没事的，就等于我们先要见面了吧？对不对？的，每天七年八岁的搞了，可能个人是电话这边多的，别打的不要的。那如果不是两者都这样子，是刚刚讲的说以是诸法皆是空性，这个只有这个作为略说，而后面是无有性相作为广释的话呢，和这边来讲空性解脱之门呢更容易讲。为什么呢？因为性相本身这边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因没有果嘛，没有因没有果的时候呢，所以直接就从说什么呢，他从他自己的本性他的本质是无自性的缘故的话呢，这就叫什么呢？讲说是空性解脱之门了。哦，他来说他电波西有了，电波西跟他接的开了，根据接的第一日本的中间电波是老爹的接差的第一日本的我的差的是吧，他第一天的你我你们写的比卡尔斯我的那么特别过前面的秘密你们的真正的家国的在你这的根据电话都落地了家的写给你这不定过比电话当你卡尔斯我的留地了家的写给你我的第一的。那如果我们结合空性里面当中呢，那四谛当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呢？我们哪一些是因哪一些是果呢？是不是跟你们说真正你那肉真你有可以分为说两者的因果，有分为染污品上的因跟果跟清净品上面的因跟果，
和如果是染污品上面的因跟果是什么？是极地为因，苦地为果。清净品上面的因跟果是什么？是道地为因，灭地为果。是不是以这样子来去分的时候呢？那我们刚刚讲了，这边所要分出的八三奥法，结合到三解脱之门，和三解脱之门要再结合到于四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讲说，无相解脱之门是在讲说因，无愿解脱之门在讲为果，是不是？无相解脱之门是在它的所缘是因，无相无愿解脱之门是缘为果的时候呢，那就代表说什么？在这边所讲的无相解脱之门是缘着什么呢？是缘着二四谛里面的二因，就是道谛跟极谛，而无愿解脱之门就是缘着四谛里面当中的二果，也就是苦谛跟灭谛二者。哎呀。他的讲我的讲了，他比你就会有的，他马其病这些感觉都是呢，马其病这些的感觉有的是呢，啊，他马其把事业去了吧，他那就送到我了，那告诉我了，记着，嗯，就根据的确实送，就根据了吧，嗯，第一你不对的马其吧，嗯，就根据的跟他那都你不对的结果了吧，嗯，这个嘛对呗。就根据的对这个接触的的搞了，就根据了的你这边对的研发的结果来的，因为用让西就这边就根据的跟这边对的结果嘛来是，所以搞了就根据了结果多，马七把第一切，第东部地点，但芒果把西的搞了，芒果把西的搞了，变成这边对的芒果的就根据个道心搞过了吧，真搞比道心这边搞过的搞了，就根据个道心这边对的。他念的嘎个的因为用让你这边成绩就根据给你的经验的嘎去托个马路啊给没的嘎了给忙嘎把的家伙的意思哎呀他定义的说啊他这么没把事的嘎了他可能卡对苦难的根据的这么多结巴了根据我的嘎里有的累有的年末有做的根据我的有的嘎了可能给我的这么多他这么有六年把你的这么结了但这一张呢，根据写的了，根据我这边来到你们这个的，我别的芝麻鸡差掉了的，因为让谁个这边芝麻的要买的是，就根据让谁让你这边芝麻的要买的是，第二什么的搞了加过来是呢，就根据了加过来。但他们芝麻都长没把生意的，别没事吧也不要了，我得了讲呢，就是搞来是呢，我得苦了就当芝麻咖啡给的呢，我得买了都浪费的。浪费苦了。芝麻咖比浪了吧，苦了芝麻油嘛了吧，浪费了。但这意思呢，芝麻都长些，苦了落地了家里，得没事的，得让些几面吧。多多钱呢，浪费让些几面吧。芝麻都长没事呢，芝麻都长完就浪费的嘞。浪费的，俺你刚说半下半些嘞，半下半些年末嘞，半些年年嘞，苦了我了芝麻油嘛嘞。得没地搞了芝麻都长完嘞，得让些个这边多么得了，啊，芝麻都长完没巴适。但是呢。他东部什么的就根据了家，西部的落地了家安多。第几天那把特别过前面那种，可是呢，第二年不得接了哇，第三年就差点的。好，那大家如果请看后面的这边所谓的不生的话呢，哎，这个解释后面的这个四个解释就是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的话，这个解释真的很妙，真的很好玩。来讲的是什么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在于。这四者是结合了什么呢？这四者是不是结合无相解脱之门？和无相解脱之门的所缘是不是什么是因吗？和因为是因的当中，在四谛当中，它是不是结合了什么是极谛跟道谛吗？极谛跟道谛，所以首先在于生，或者这边他直接讲是不生的来讲的话呢，是怎么结合呢？我们一般是不是以因为极谛的时候呢？极谛是不是一般能生出苦谛？极谛是可以生出苦谛的缘故，但它什么呢？它不会自信的生出苦谛，所以这边是讲不生。它极谛没有或者不会自信的生出苦谛，叫为不生。那不灭是什么呢？应该是说苦谛的是会有灭吗？苦谛是会灭的，有生必有灭。来讲的话，苦谛是有灭，和苦谛的这个灭是什么呢？
它是呢是因为极地的阴的力量或极地的力量的缘故而使苦地灭的时候呢，可是什么呢？这是存在的，但没有自信的灭亡，没有极地使苦地自信的灭亡这件事情，所以叫做不灭，或者这边讲不灭。那无垢，无垢是什么呢？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个无垢是什么？也是在讲于本来在轮回当中，有些就是污垢的嘛，脏的嘛，去除的是什么呢？极地，极地什么？极地不是业跟烦恼吗？业跟烦恼就是我们所谓的垢染嘛，要去除掉的时候呢，它本性就是有垢染的，本性就是有垢染的，但是什么呢？它不是自信的有垢染啊，这是没有自信的垢染。所以这边来讲说是所谓的污垢。在以上这三者来讲的话呢，是在什么呢？是在于染污品的极地上面去成立的。这三个是不生、不灭、无垢。这三者在于说什么呢？是在于因上的极地上面，染污品的极地上面而去成立的。那无不离垢，无不离垢是什么呢？是在于道地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们两者四地里面的有两个因、两个果嘛。两个因的当中，上面是极地，后面这个是以道地来讲的话呢，那什么叫做无不离垢呢？是不是这在讲说道地本身？因为道地本身是什么？是遮除，是能离垢者，它是能离。大家还记得我说什么？所被离的垢是什么？在指那个所断吗？能离垢者是什么？是谁？是道地本身吗？我们昨天是不是有跟大家在解释这个能跟所的这个关系的话呢？那道地本身是能离垢者、能去除垢者的缘故呢？这边讲说什么呢？是我了怎么灭不起？他自己的道地的本性本身是没有垢染的，没有垢染的。但是他没有垢染的时候呢，他这个没有垢染也是什么呢？不是自信的没有垢染。它是无不离垢，是什么呢？因为它是能断所断者，它是能断污垢者，能断这种障碍者，在什么是道地本身？说实话来讲，就是道地的无自性了。这边所谓的无不离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道地的无自性。可是为什么结合叫道地的无自性呢？就是说什么呢？是道地本身是无垢者。他是无垢的，这个本他自己的本性是没有垢染，可他的无不离垢是什么呢？他的离垢或者没有被受到染污是什么呢？是也是无自性的。道地本身他本身也是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他叫什么？无不离垢嘛，他本身是没有垢染，没有染污的。看他什么呢？他可是他的这个离开垢染。离开染污是什么呢？是无自性的。也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呢，我们前面讲到这四者为无相解脱之门。无相解脱之门的所缘是以因的时候呢，但在这个因当中如果结合与四谛的话呢，就是前面的不生不灭不垢或者无垢，在讲哪里呢？都在讲说极地，极地。而无不离垢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于道地。藏语字面上的表达就是无不离垢，是藏语的表达啊。不离垢就是道地，它是无，那个无是什么的无？就是字方这里的无。不离垢就是道地，它是无，哪个是无？就是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字方这里的无。不是自方这里，就是这个意思。第四题它落地了讲着是吧？但跟之前呢，刚结束，但你靠电马尼着算，但他妈，指望灭把都光灭把你都拉掉嘞。但指望灭把都光灭把谁的家里有的是丢掉了，指望灭把都丢掉了家过了，光灭把都落地了家，妈的，指望灭把地，你家里说过的落地了，妈的，指望灭把地。用一点把它加固了，光没把的，我点了加固，这边你得拉掉了，我得加的所以老师刚刚讲的说，无不离垢，在藏文来讲的话，不离垢者是谁？是道地本身。
和道地本身是无自性的缘故，所以它叫无不离垢，是这个意思。那后面的不增不减是在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讲说无愿解脱之门？无愿解脱之门，那无愿解脱之门是不是圆的是果？果当中在四谛当中有剩谁呢？就是苦谛跟灭谛二者，苦谛跟灭谛二者。所以不增为谁呢？是苦谛，不减是为谁呢？是为灭谛，就是不增在指的是苦谛，不减是在指灭谛。他当不你知道没把 CD 用一点把家伙也卡着一些呢你知 CD 卡了卡着是个我的是那么牛逼点大了吧你知 CD 你知 CD 卡了变得下山的话就切到不及破坏那样扛的原来嘛牛牛牛的你知 CD 是他比一点但是用一点把大不及呢扩嘛牛逼有了吧你比到不及牛逼有了嘛牛逼有的是你知 CD 的이나둥이댐바디스레체시둥이댐바주고르다체시둥이댐바디디노시그세나마뇽주고레마세주고레조주고레스제디이나용란시그주비스조지요르베세나요마레스텔은드와메바치공메바시디칼조비텐다레공시디칼얀페비텐다르와야진주비텐다레페난고비댐바타베치이나코야르조지요르세조바차지요르세이나요란시그주비톤이주바차지요마리시디칼로저와메파도고와메파님보데담보듀디르자니방고디르자그래서好那刚好可能是我们在中文跟藏文的翻译是刚好颠倒过来我们是无不离垢不减不增不减不增我们在藏文的话是지와메바강와메바지在藏文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是退转退失就是减少的这个意思，像什么？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像我们说满满的水，你放在那边，它就慢慢慢慢减退失，慢慢减弱嘛，慢慢慢慢来讲。和这边来讲的话也是嘛，苦地来讲的话呢，苦地是终究以如果以苦地为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它毕竟是透由对治力，可以慢慢慢慢一的去除，一的消除，一的去退转，一的减掉嘛。可是这个苦地的减，苦地的退转。苦地的去掉呢，不是自性的去掉，它是无自性的，以及增长，增长是在指谁呢？是在指灭地嘛？灭地透由道地的修持，可以不断的增长广大，获得越来越多来讲的话，可是这个灭地，纵使它是可以增长的话呢，可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自性的增长，所以在藏文的这个两个阶段讲说是，所谓的不减不增的话呢？不减在指的是苦地，不增是在指灭地，所以它的顺序跟我们中文这边的顺序是比较不一样，它是以不减为先，跟不增为后。呀，他等这一下，等这一下，等你在你。什么背囊了？等我说等到我了扛完没不扛了就煮完没不熬了就要么了。啊，对的。디가르스는이때단단히쉬고챈디요디피신아니저와메바두디디니엘쭈고와메바고디디쉬고쭈양인다고치요제세가르스는디질소노타운디진이르소노타운디담보스쿤줄리자제바데란디르자요르와로디르자디칼티니블레우디질그담보디쿤주이자니스만니블레디칼두디니엘용고치그와지금런디디니발띠온디칼은지분고디디슈그띠고한다고치요래나르게那我刚刚就说我问老师是说那我们看到中文的版的好像是不减为先不增为后我说我们是中文的翻译本不一样还是在藏文本里面有没有这样子倒过来的说法有没有倒过来是先为有没有这个来讲的话老师说是没有的就不是都是我们熟悉的念是不增不减嘛可是在藏文的话永远都是不减不增不减不增我说有没有藏文本是刚好对调过来是不减为先不增为后是没有的但看起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也比较合理比较合理是什么是减为先增为后为什么来讲的话呢因为在前面的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的时候呢它的次第就是以从因的次第嘛因为先为因是先有极地再讲道地那讲果的时候呢也应该是极地的果是苦地道地的果是为灭地的话呢所以应该是
极地的果是为 以我们四地来讲的话，第一是讲极地的话呢，后面的果是不是应该就马上要讲 苦地？第三就讲苦地嘛。第二，如果是讲道地的话呢，它的果是不是就是要在第四的灭地？按照这个次第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极地为先，跟道极地、道地，接着是苦地跟灭地，以在因果关系来讲，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不减为先，不增为后。他打住念个行吧，有的是。但他去到我的地基这里搞了，地势高了点了，已经你们都比高了几度，今天天气高了几个年了吧？嗯。今天天气高了些，我的搞了，俺你搞的说嘞，今天前面我们天气嘛都把今天了吧？去到。嗯，对的是。这当冷冻，第二当古巴兰的高了些些的，第二年了送过的修过些了吧？这些的这根据点吧嘞，是吧？嗯。冷冻你把了些了吧？嗯。俺你这都冷冻。두디스발시고디시발시여다디고르딘디타난디노고르데타타레디도와그와더게근주디엠바탐보송런디니파송두디스마송고디시발송시여다디시디디고르데저와메고와메바디니르샤저와메바디슈구샤바이나아니고로니고도비송라시와더게아디브디니디엠바도고디니고도비송라치다지금장만금비가진지된게는뭐저디가라형니누시베는뭐대나지르다스맞아요한我刚刚不是说问老师说我们藏文本里面有没有任何一本是说不减不增的时候呢是看到的是没有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般讲次第的次第有分两者的次第我们在经书里面会讲两者的次第一个是说什么呢是因果的次第一个是说升起正量或者认知的次第如果升起认知正量的次第的话，一般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苦、集、灭、道，以这样子 的次第，就是不是因果的次第，而是升起了知或者正量的这个次第。而如果升起因果的次第来讲的话，一般是在哪里呢？这是在于弥勒菩萨的第四品里面讲到，有讲到说什么呢？有讲到说因道以及苦，灭地次第般。这边来讲的话他 很清楚的讲说因道苦灭什么先讲极地再讲道地后面讲的是苦地紧接着是灭地这个次第来讲的话跟这一边所讲的次第是一五一十的吻合一模一样就是如果是以不减不增作为这个次第来讲的话呢现光庄严论跟这边所讲的次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把像按照我们汉文本的这样子翻法是不增不减的话呢刚好是把这个因果次第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了他没有他就变成不是因果次第了是他讲了灭地为先苦地 为后了嘛哦呀他当地了的什么东西是的高了他没事七七七高了有的是呢别的七当不你七他们把的用是做不得了，嘎达讲讲讲些。东巴的、西马梅巴的、马吉巴的、芒嘎巴的、芝麻梅巴的、芝麻的找工人，我们有做了嘎达加油了吧？有做了嘎达加把第一，当时去嘎达听过的是，你别的的三米也没听过的是。我说三米是的高了，别开说了的，방자도사치그치용수도받아파깡이치파니스깡이치니스고로바까딩이치가다자디가다세야디가고로바니스깡이치자고유디칼디기사미치인생고레스르다사미치인생고레스르만조고마도솔드니말에가다자요말에투마지조고날라가시르마도고노마가다자마도와르바딜치레신드파가다자시디칼가다디기치가고로바第一个人性格的是的，搞了上面人能靠不下当杀鸡的气用，是不怕干过的干兵能把的性格有的搞了。第一，毕竟也多的上面个老人把的定性格的，是你去算了，得被国境多啊。嗯，好，那我们这边的八生奥法这边来结合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看到的？说从第一点到第八点的时候呢，这一到八的每一个点，每一个点在字面上都有一个遮止。都有一个遮止这个词汇不管说从世诸法空性
无有性相，不生不灭，无垢无不离垢，不增不减，每一个每一个都一都结合了一个遮子的这个词。那这个遮子的词是什么代表？它有什么代表性呢？是代表说这边呢，它这边所要遮子的东西是无漏的，无漏的，没有漏的无漏。为什么呢？因为透由在这边的无漏的有清楚的明显的代表什么？什么叫做无漏呢？无漏就是代表说，代表断除或者遮止所要破持的这个有漏嘛？无漏是代表说已经遮止掉或者断除了那个所要断除的那个有漏为才会叫为无漏的时候呢？这个在于词面上或者在字面上就很明显的要表征出什么呢？这边是所要讲的是无漏了。你看，大家我们在讲的结合四空性的时候呢，上面或者前面虽然是有讲一些些的，可是不是所有的都这样结合嘛？我们前面是色不异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于空，空不异于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不是就直接没有遮止的这个词汇？它没有遮止的，就只是要如此的推理而已。在这边的八声奥法不是这样子啊，它不是，它是每一个词、每一个词、每一个词在字面上都已经表征出来的，说是要遮止。它这表征是什么遮止呢？因为它要表征出这个八者的声奥法都是无漏的，都是无漏。和它也代表出来说什么呢？在字面上，它说这个是空性的当下呢，这个隐逸的这个所谓的现观的次第呢，这些也都是所谓的无漏的。这边隐逸的这个现观的这个见到了，我用清楚一点讲的，这边隐逸的现证空性的这个见到，或者这个现观来讲的话呢，都是无漏的这个形式。他提给这里记了，但我呢，上面呀，他的毕竟也都亲爱的上面一把掐下，上面通龙古龙你该要了吧？俺古龙蛮菜劲，通龙搞的钱些古来些呢，主要的那个有的搞了，他电视都叫要来些嘞。嗯，别弄俺做通龙上面的家的搞了。东西吃些，根据吃些，我把吃些，狼吃些是。电视同这里，通龙吃的给起嘛，就上面给起嘛，就是用手做吧。电视涨价给他你同这里用过来。嗯。公龙这里缺你要嘛的。嗯。公龙上面过胳膊掉了，公龙过了上面过，他们你把身体嘛都东西东西东西，根据跟我把老这里要嘛的。你我给他那电视都加起了吧？嗯。那他过什么的电视都涨无的搞了，第一搞了新个电视的搞了，通龙吃些给起嘛，就是新个玩的啊是。嗯。别那通了西街，给起嘛，就就像我们的搞了，做的电视都真的用过了哇。他听了意思怎么的呢？对应西街、根据西街、五八西街、狼西街是哪？那边个发现没落实的了哇？对应西街、根据西街、五八西街、狼西街是哪？靠国民给的那边电视突破没发现没落实不的啊嘞？什么被他那可能电视涨价都真，发现没落结果电视都真的他那的价格嘞，弄着了结果的。电视涨价的这边，他你的价格的是，广东的这里缺你要嘛嘞？嗯，那大家可能会问说，那如果这边所谓的无漏的心事，为什么就一定要结合是见道？为什么不能结合修道呢？不是见道跟修道二者都是无漏啊？那为什么这边就一定要是结合着见道呢？因为这是后面我们讲到说，因为它结合了四谛，结合了四谛。结合了四谛这个用词的时候呢，它就会是跟着要代表或者要表征出来说什么，这边是见到的。因为只有在见到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四谛结合。大家这边可能是如果有学过现观的话呢，比较容易去了解。如果没有学过现观的话，这边马上的用词有一点点的复杂。就什么呢？我们一般讲说见到有分16秒，有16刹那。它有分16刹那的话呢，它有叫讲说有叫法忍法智法后忍后智，有这样来讲，有叫法忍法智后忍后智来讲的话呢，这个是结合了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各个为四秒四哦不要四秒四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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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16刹那。那总而来讲的话，这个分出这个16刹那来讲的话呢，米库罗达的电视动机里米大有了吧？看取这个16秒的名词的时候呢，每每都是跟着四谛结合在一起而去取名的。在于修道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去取名或者分出不同的修道来讲的话呢，它跟四谛是没有关系的，不会依着四谛而去取任何这个名字，只有在于见到的这个阶段才取的。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呢，如果我讲到所有的这种的寺庙的法忍的话呢，那我们讲说前面的不管是苦地的法忍、极地的法忍、灭地的法忍、道地法忍，都是在讲什么呢？对于欲界的那种欲界的无间道，欲界的无间道呢，那叫什么呢？我们叫做就是法忍。那欲界所属的这个所谓的解脱道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法智。那与后忍是什么呢？是对于上二界的无间道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后忍。那对于上界的后智呢，是什么呢？对于上界的解脱道来去分。这是简单来分的话呢，是分出了见到的十六刹那。见到的十六刹那会分出十六刹那呢，都是结合着四谛来讲。我如果简单赶快用一个用词来讲，他会用什么呢？他说对缘着苦谛的法忍、法智、后忍、后智是这样升起。和之后再会说对什么呢？对缘着极地的法忍、法智、后忍、后智，以此推类，对于四谛来去分。在于修道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修道他去分出他的分类来讲的话呢，不会依着四谛而来做去做分类。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边来讲，当他结合着四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一段在讲八圣奥法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他虽然是讲无漏的心事呢，这个无漏的心事一定要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见道，而不是修道。但你做卡的是我的，你做西亚的，你拿了三面银把刚洗起了，第一顿吃你给这的现用的卡了，那你，通通西子给这嘛就是点过的是，这些卡的是那通通西子给这嘛就是他你家的。코기지레레라데지기타니데지쿠데지기타니는제비군미타요르다스다도도디티미케차르다那我把以上的做一个总结，或者简单来跟大家讲，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凡是讲到这个无漏智，如果是跟四谛而做结合而去分出来的话，你得是跟这你讲多斯。那如果跟四谛而做结合而讲的话，大家我们看到后面不是就跟四谛做的结合吗？后面是在跟四谛而做结合的话，这个凡是这个无漏的智而跟四谛结合的是在什么呢？就是结合着见到的忍智十六嘛，在做诠释的。就是要说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个的无漏智就是要指见到的无漏智呢？因为它是跟四谛而去做结合而做诠释的。当跟四谛而诠释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分出的见到的后智的十六刹那的。所以它跟四谛是做这个结合，我们下面后面的后文下文就可以看到说有结合四谛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见到的八个法忍，八个忍，八个智，八个忍呢，苦法忍、极法忍、道法忍、灭法忍、苦后忍，是不是？极后忍、道后忍、灭后忍，都是四谛的那个名字结合的。知也是一模一样，苦法知，这是解脱道啊，以此类推。所以这里面我们那个三相脱灭的时候，结合四谛的时候，五路结合四谛的时候啊，五路结合四谛的时候，所以他隐蔽讲的道就是显现和隐蔽里面讲的道就是那个见到的无漏的见到无漏的那个无宣道和解脱道，
无间道和解脱道。地雷道，把心门都弄住了。因为我们所谓的忍跟智来讲的话，忍是什么呢？是无间道，智是解脱道。哦，地雷。他第一个的呢，别的也多个什么电压低，家里嘛，哈古托古多些呢，通龙三米低嘛，哈古托古多啊。嗯。就当我做通龙了，实际上面你个要的大。嗯。光龙了，实际上面你个要的的，但是你看都电的还得做的，通龙现在给起嘛，就的嘛的，第七的都电脱我的是。嗯，所以知道这边的以上的这一段的八声奥法的隐义现观的次第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讲无漏的见道，那无漏的见道，可大家要不要误会是什么？是凡是见道好像一定是无漏，不一定。见道有分有漏的见道，也有无漏的见道，有漏无漏二者。但是这边所要主要要讲的见道是什么呢？是在讲见道的十六刹那，和见道的这个十六刹那的话呢，都是所谓的无漏的。呀，他发现俺说，这里个弄车的停车器、电车器装着了。嗯，他起码得你过路子讲的说呀，这里。嗯，看今天应该刚好在这边，我们可以刚好说到讲到了一个段落。这个以上是什么？是所谓的八声奥法，也是见道的阶段。所以从下个礼拜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开始要介绍有关修道的那个阶段了。停车一站呢，等你虽然你不是因为的学习工作有做过，等那是理想就觉了哇。다들이제시시부지름부자제여르다등지춘의말이고치즈를이외대비이제시지부싸우니는말이아니니마지니나시라니문제시자고도그냥간절히자고있는자인들등지말이이제시름부자고에내가가르쳐드려서는코고네이시시군도요즈고때는니는디디여르와디디디자니비제자들자신부도디사마하지않들이래디디가서이제시름부자고에내가들이들어와大家可能一开始讲说，那心经怎么会讲二十多天呢、啊？这样子讲来讲的话，怎么讲说应该是心经这么短短的几个偈颂，在一两天就可以讲完，怎么会分了二十多天的话呢？因为那心经它是总摄了所有的般若经的意思，它做一个总结总摄来讲的话呢，如果要解释下去的话呢，这不是一两天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做解释完毕的，它是可以分得很广很广的，特别是有关。空性来讲的话呢，所以我们在这边才是这样子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诠释或者解释有关心经以及关般若经以及关空性的这个道理的。好，啊，你抓这里去吗？那里去？那记几下子的？那去。昨天是说什么？说老师在于说去分辨说认识所破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没听清楚或没听懂、啊、能否再请老师再做一次的分析或者再做一次的讲解有关认识所破它的次第嗯那今天是有卡桑老师的把这样我进去的我进去过人的但一句呢千万老师不送的人不得落了社会差嘛说这样要见了养家他们就送的这个人啊是那我自己说吧，认识所破有次要和重要，就是两个，首先是三个，认识所破这是次要，这是重要，然后通达就是空性，这三个次第就是一定有次序的。那次要是什么呢？不是前两天说的我们那个。我知道他的那个当主记或者是去主记，我知道我们自己身上的我知我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生生世世有嘛。然后就是我们认识所破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身上具备的那个我他的去主记是什么，他的当主记是什么。所以观察，如果有一天就是你就是他的当主记就是这样，他执着的方法就是这样，如果这样有一点点了解的时候，次要的认识所破就已经可以了。那这个当主记我们那个了解以后呢，这样的我知的当主记存在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有理由什么，
这样织，织的时候吧，首先前两天讲的，织的时候你不用想，就是实施住那个普特西罗，就是安利的方面，就是不用想，不用想，几年不用想了，织织，织的时候有一天自己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普特西罗自方车里织的时候，好像普特西罗也没有哎。这个内心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有恐惧，恐惧，真正自己发生内心恐惧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身体这样，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恐惧的时候，那你就实施住的普特西罗就是安利方面就是努力。普特西罗安利的时候，又自方车里也是混到一起的。这自方车里的时候，实施住的普特西罗也会遮的。这样他们两个努力分开的时候，有一天啊，有一天就是实施住的那个普特西罗安利上面就是不影响那个遮自方车里。这个遮是不是量来遮啊，就是四差异的角度来遮。这个时候你那个认识所破就是最高的了。为什么呢？遮的和安利就是已经分开了，所以前面的时候没有，这只是一个我这的那个单独记认识而已。实施处和那个实施处和所破就是不会分开的，这是所破，这是实施处，不会分开的。然后那个时候，刚才那个重要的时候，就是从四禅意的角度来，所破就是这个，这不能所破，这不能破，这是安利的，这是所破的。这样一个感觉出现的时候，这就是怎么说呢？你重要的辨认所破，认识所破，然后还努力，还努力，努力的时候有一天，四禅意改变了量。那个时候第一次通达空性的，所以我们那个安利的那个普特切罗就是没影响的过程当中，你要量的角度来说破自方车力，这个时候量来破自方车力的时候，量来就是无自方车力通达的时候，第一次通达空性。所以次要的那个认识所破和重要的认识所破，还有就是通达空性，这三个次序就是必须的，一定有一个次序。我们修空性的话啊，就是每个人这三个以及见到就是这样去的，需要这个。好，就是这样。好，没关系，明天课程我会再帮大家做一个复习，那我会再做清楚一点的复习来讲，我们再来，如果有不清楚的，我们再慢慢讨论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大家请合掌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去往七宝斋，愿能四界庄严塔吉修，戒罚邪妄三昧时，七天斋戒修，戒日七天斋戒修，戒日七天斋戒修，戒日七。